頼りのない不器用な笑い顔もニコリのない素朴な優しさも必須のおまじないで私が全て守れたら新しい朝に立てたコーヒーの苦さ言わないよそれだけが僕の七十八名の倔強最後の其实市民清水祥太这两位唱功都非常的好，很可惜这首跟 A 妹合唱的作品掉出榜外，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放在 bonus track。结果因为前面不能放 bonus track 还比较长。
ちは短すぎて諦めるにはどうやら命は長すぎて分かるにはどうやら命は短すぎて星が降る夜をただ仰ぐいつかの傷と寄り添う阿雅谁做的，最近阿雅谁自己也推出了新歌，加上 You Are So Big 也有新歌，看来下次又要上榜了、第28名安踏拉哟夏霞。话说念成日文是不是卡卡都刚好是别字。第27名阿德爱卡卡德是电影被朋友发现，第一集上榜的歌很多都已经掉到不知道哪里了。贯彻本频道宗旨，也就是所谓的新歌控正常发挥。希望大家也可以摩吉开立一些喜欢的新歌回家哦。这首曲风被我朋友说有点像 Girl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呢？没错，这次的安口曲即将来到最后一首啦。就等个他恋爱，他恋爱，他恋爱，요아이들내무리타이무리타이가무리소요고노마마자다메다나운데요니오못되시마탄다하지메테노루브루와난테코토와나카타 Can you give me one love？新剧场版真的超好看，超级推荐。剧三首上次的前十名都掉出神坛，到底前面会有多激烈呢？敬请期待。第十四名，绿黄色社会，恋美。上次的第100名前进了90个名次，这首最近也终于推出了 MV， 大家可以去看看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秒定律？听说在现在的新歌很流行哦，就是没有任何前奏，一开始就让主唱的声音进来，为了达到让你在三秒之内就有一见钟情的效果。钟情，说他们也上榜了这么多，身为我的爱团，偷偷预告一下，接下来大概会是个 make or 的状态哦。しげお。Yeah.
던너의힘이뭐きっときっときっと降るから太陽が包むまたゆい光きれい。这首歌应该是除了第十名之外进步幅度最大的歌。机会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英文版的 RGB。应该是我个人上半年最爱的一首了。恭喜再次前进了两个位置，来到了第三名。Yeah, Bakunan 的 Three Hazen， 这首比较神奇的是 MV 其实在去年就出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因缘似乎在今年才上，同时一举夺下了第二名的名次。没错，这一首就是我刚刚说的《东京复仇者》的片头曲啦。恭喜 Cry Baby前进了九个名次，来到了本月的第一名。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